步行街景。今天是個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，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12點半。今天要走的就是個洗衣街，洗衣街大概是個1924年興建的，全長是 1.1 公里。洗衣街呢其實原身是一條小水溪，因為當時呢旺角是叫做芒角村的時候呢，很多西洋菜田主要灌溉的水源來的。在1920年代呢，田地呢都整為這個住宅大廈，居住在這條小水溪附近的婦女呢就上門接洗這個衣物，可能出現了呢就隔幾家很多人都是做這個洗衣的情況，所以呢就叫這條水溪呢叫洗衣街。30年代了，政府將嗰個水源咧，即係依個間接咧，就截斷咗，就變咗個地下水道。咁啊，將依條水面嗰條咧，就起一條路啦。咁由於嗰啲區居民咧習慣稱呢條小溪叫做洗衣街，所以鋪咗之後嗰條街咧都係叫做洗衣街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行啦。咁就因為呢個我哋而家喺個間街呢邊，咁我哋一直行咧，一直向南行，就行到去呢個豉油街。咁就喺個盡頭啦，我哋開始行啦。而家12點半啊，曬個太陽好曬啊！而啱啱呢一邊咧係冇遮冇擋嘅喎。嗱，呢個就係大雁街室內運動場啦。行前少少咧，就應該去到花墟賣花嗰度啦。應該呢度係變咗係打疫苗嘅地方嚟嘅。喺度啦。你話全部上車，我就全部上車。我點解唔俾你上車？都好多人㗎，下晝星期六。就是沙發中學了，
條天橋咧就依個佛街天橋上喺呢個旺角火車站噶啦。呢笪吉地咧，嗰陣時應該係一個市政局嘅垃圾站同埋宿舍嚟嘅，而前邊咧就係惡水務處嚟嘅。咁而家都變咗一個臨時泊車場啦。往惡道啦，行過去啦，我哋。而家一直望可以望到上去旺角火車站嗰度先嘅。寫得翻咗門喎，原來。上面就麥花臣球場啦。
通街啦。再下一条咧就系洗衣街嘅尽头，就系呢个自由街啦。呢個就洗衣街嘅一邊嘅盡頭，就係個自由街啦。我哋過翻個對面，行翻個盡，行翻個大街嗰邊盡頭啦。優才思源啊！呢個就係行出嚟山東街啦，係啦，上面就麥花臣球場咧，頭先講過啦。金雞廣場啦，好大個，但係你係入唔到嘅。
即係奶路同街。翻千里搭模型好咧，都有四十幾年歷史嘅啦，差唔多。即係呢間。
好多中學啦。好多人買嘢，好多人買嗰啲盆栽嗰啲嘢嘅。哎，你係？啊，好多人啊！慢慢。啊，好多盆栽賣啊！間有運動場啦，頭先嚟就運動場到啦。
禮拜都回家，你知我嘅。好啦，我少少就行完啦。今日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